两大卫士齐宣肖战捷报，肖战藏海戏林也被官宣。喜事连连，近日青年演员歌手肖战可以说是喜事连连，特别是东南卫视和山东卫视两大卫视齐宣肖战捷报，主演的骄阳伴我陆陆续续在这两大卫视上星开播，真是一个惊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肖战藏海戏林也被官宣了。这段时间网上正热，肖战的演艺事业从来都没有中断，一直都在如火如荼进行中。据悉，山东卫视和东南卫视两大卫视齐宣肖战捷报，主演的骄阳伴我又一次上新黄金档，这种场面不是第一次发生，这就是肖战作品的影响力和魅力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肖战的作品历久弥新，百看不厌。另一方面，肖战还被官宣拍完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后，即将进组藏海戏林，剧组的车都已经开到了横店，置景开拍正在准备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看到肖战喜事连连，自然都非常开心。话又说过来，肖战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问心无愧的正能量偶像，这才是肖战正常的发展状态。一开始不少人都在背后恶意诋毁和造谣肖战，结果如何？肖战问心无愧，能够轻而易举经受住考验。总之，祝福肖战，希望肖战顺顺利利，越来越好。未来的演艺道路很长，一定要继续努力，不忘初心。其实肖战本身就非常清醒，这种清醒已经刻在了骨子里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发生改变。肖战未来可期，顺顺利。